生命 TV 生生不息。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双剑一参论，在第九面，就是第九样，水参前面的白参的前一段给女士的太体都已经公开了，现在是正式要开始白参，他那个要正式白参以前呢、啊，有一个入参门，也一间参拜后，后面又有个出参门。这个出参入参的文字啊，这个文章看起来，这里啊不随参，已经成为一般应付门头专门老人上进拜参的啊。用途的时间以后怎么做的看下面的文字就可以理得，现在就先讲了一篇双剑的入参文，因为水参有三剑分双中下三剑，现在可以讲双剑，双剑的入参文为后人铸造，还不是五太国时的下个，要等到下面拜七佛，七佛拜完以后，慈悲水参法点上，以下该将还正式属于，五台国师所著作的。现在第二篇入参文呢、啊，可能是后人所作，他也没留名，唔知系嘛嘢。像各位看到那个参文，中文。一佛出世，开八万四千之法门，一日菜田，破胎体九有之魂案。两个文字都非常有名，非常好，都是一个对句。中文前面已经讲过，前面也讲过中文两件事，简单说明，中表示穷尽，下面两篇文章的人也没有表达下面拜参的意义，所以去穷尽写出下面的文章了。文是下面一篇一参文的文字啊，你所写出来的都是从佛法经论论三藏高典中所谈来的、所看来的、所学来的道理的意义，拿来按照文字表达出来，成为文。等于经文的开头的意思我文，所以为之文。一佛出世，开八万四千之法门。讲世间有佛出现世间，有一尊佛出现世间，就说了许多法门。现在我们的高祖释迦牟尼佛在两千两年前出现在那个娑婆世界南阳菩提，在印度迦毗罗国羌梵王中为悉达多太子出家修行成佛之后说法四十九年，四十九年所说的法啊，综合起来有可以讲是无量无边的法门，胎体讲为之八万四千法门。所谓八万四千法门啊，
诶，对众生嘅百万世间尘罗烦恼讲，因为众生有百万世间尘罗烦恼，所以佛就说百万世间嘅微妙法门啊，来对治众生嘅烦恼。众生嘅百万世间烦恼，这就是骗。佛所说嘅百万世间法门，这就是反药，来吃众生嘅烦恼骗。那么因为众生的偏很多，所以佛的所说的法用也就有很多。不过你要说为百万世间的法门啊，也有明文，经文上有讲到太上经的经上的经是部分啊，有一部经叫做显觉经，显觉经在藏经上，显觉经啊有八节，是那个西晋时代啊，竺法护三藏法师所翻译的。古时的翻译的文字比较哈古老，哈艰涩，比较难通，所以两部经普通一般并无流通，除了昆藏经以外，一般人并唔记得。显觉经上里边有讲，从听一经开始就有讲到。讲话佛所说的法嘛，说这个一共有350土五戒法门。土五戒就是波罗蜜的翻译，波罗蜜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后来是翻成多比岸啊。但古代的翻译，鸠摩罗什曼有来以前。有许多种的不同翻译，土五戒其中之一，就是把波罗蜜呢翻成土五戒。那土五戒就是波罗蜜，平常讲六土，华严经讲十土，显觉经呢总共有350波罗蜜，350土，又翻成土五戒啊，五戒。就是无穷无尽的意思，托众生的各行法门无穷无尽，所以称为托无尽，能托众生多他彼岸究竟成佛究竟涅槃，所以称为托无尽。也不仅能讲有350种的波罗蜜，所以称为350托无尽法门。他详细哪里推演出来内容的道理啊，每一个法门各个其就六土，就是平常所讲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法界智慧，两六土。其他350土的法门之中呢，每一法门啊都有六土，按你拿来算起来用六去生350，就成为2100，就有2100土。2100土的用途呢，就是要对治众生的贪嗔痴等的烦恼。众生的烦恼虽然百万世前总合起了不出贪嗔痴三毒，但贪嗔痴三毒的烦恼啊，又重又强，有人偏重于贪心。有人憎恨心偏重，有人疑痴心偏重，贪嗔痴各偏重的各有一种。那么有一类众生，贪嗔痴同样偏偏很多，叫做淀粉。淀粉啊，就是贪嗔痴都偏多啊，两样也分一堆的众生，因此就把贪嗔痴等分用点细类来分别众生的烦恼种类，所以就有讲有点细种的众生啊，用烦恼的类别分有细种。那么因此呢，2100个法门啊，对此多谈众生，2100个法门对此多憎恨的众生，2100个法门对此多疑痴的众生，
2100个法门对此等分烦恼的众生，就是贪嗔痴偏爱全部按住。那么呢，对此呢是一种众生的烦恼，既然每一种都有2100，合并起来就变成8400法门，就有8400法门。在这8400法门之中，每一法门即就是普，《华严经》所讲的是普啊，世界人经上非方言的字也该是土，每一法门其就是土啊，一其就是8400，就变成84000。所以一个其实是为84000，所以讲84000法门啊，也唔系像一种嘅习俗，现夹经方就有明说，讲话有点84000法门嘅名目啊，你还是要世俗讲。但平常呢，只是要读书讲，讲哦，佛出现世间呐，所学的法门无量无边，算不算多？啊，太低讲84000，因为众生有84000烦恼，所以说84000法门。太显教经讲84000，亦有几个面目，84000法门，这都是成为都是真实的事实。所以一尊佛出现世间，就开出84000的法门的突发84000烦恼的众生。一年菜田破太体救有之分安，天上的月光啊，将一给进去，一给月光，一给月光啊，在天上给光明一出，像那个圣雅的最圆满的月光，是强天无云的时间，两个月光就能破除胎体的昏暗，胎体的昏黑暗啊，一下就能叫消除。救有，救有啊，有就是暗的意思，救有就是救残之体哈。人过身之后啊，后人讲法讲，一个救残之下有地的话，其就能叫如何如何。所以这个救钱救财都是指体下，现在你那个救油就是指这个胎体，不是一般指这个体面之下，实际上月光的光明啊，只能照在体面上，体的下面有暗的地方根本就啊照不到，没办法和传过去。所以现在你那个救油不是指体下，只是体面上，救油也是胎体，因为这条是一个堆积，做堆一个堆积，所以必定要把个数目是啊前后有相对。前面讲84000法门，你还就讲胎体救油之分啊，胎体救油对前面的84000是做堆一个作用，所以这个救油就是胎体，并无差别。唔好只嘅人过身之后埋在地下嘅纠缠，所以也只是在胎的纠啊，就是指黑暗。你嘅光明能够破胎的个黑暗嘅意思啊，拿来比方佛出现世间，破除众生嘅无明重压嘅黑暗嘅意思。觉一生之妙托，参一切之天有，你也系对记觉。开拓的意思，扩展的意思，共胎的意思啊。说这个忏悔法门是胎生佛法的一生妙托，那就开拓扩展共胎，意思就是讲把胎生的一生法门的忏法是给发扬共胎的意思，所以不是共共一生之妙托，就是指这个胎生法门的参法非常有迷奥妙，是修行求证菩提态度的妙法，所以称为各给生子妙托。说这个参悔法门是这个参法是胎生法门能够发扬光泰，称为各给生子妙托。参一切之前有，一切是对前面的一生，一个参文求参悔啊，
木头啊，就能够消除一切的罪过，天有就是过失罪过，过去所做的一切的恶业，由自身恭敬求忏悔，就能够消除一切的罪孽，所以忏一切是天有。念起七佛世尊，十方慈父，树何相光，甘之虔切，为拜忏，为先恭敬礼拜七佛。七佛涅槃门后面就有了，现在两位也先把这个翻译先略略说出来。七佛就是毗婆尸佛、凡尘圣观、十戏佛、十戏凡尘持戒、毗沙佛佛、毗沙佛凡尘变一切自在、寂留顺佛、寂留顺凡尘所蕴团、寂那含牟尼佛、寂那含牟尼非凡金宿、金色非凡金仙、迦叶佛、迦叶凡尘中国法海印光、释迦牟尼佛是南京释七门，也就是哈佛的七佛。两七尊佛，前三尊是过去庄严界的最后三尊佛，从寂留顺佛开始，就会现在显结的前佛当中的前四尊佛，现在显结前佛第一尊就是寂留顺佛，第二寂那含牟尼佛，第三迦叶佛，第四释迦牟尼佛，将来第五就是弥勒佛啊。为求忏悔，用瞻仰仰慕祈请七佛世尊呐、来加倍护持求忏悔，这个仰祈七佛世尊。十方慈父，十方东西南北西北上下一切世界的主佛，慈父就是太慈彼父的简称，佛为一切众生的太慈彼父，所以慈父指佛啊，指十方主佛。十方慈父啊，就是十方主佛了。有没有对前面的世尊所用慈父辩文，比较他文啊？讲启蒙起过去起佛，以及十方主佛来放光加比，是忏悔的人呢，得到消除罪孽。所以讲树何相光，树就是长。放出来的意思，和相光，和就是佛有那个眉间拍和相，佛的目眉那个目眉的中间哈，你平常看那个佛像呢，目眉中间有一点薄竹样的，胖胖的，用一点薄竹来代替，该位置眉间拍和相，拍和相，实际上就是一条透明的和毛，像琉璃筒啊。释迦牟尼佛跟弥坚配和尚谈公话，如果拿来绑吃，也叫和睦绑吃的，有一窗肉茶，就是讲话佛的眼神的果，也跟配和尚就去尝，配合一个眼神。比方啊，对，你像那个书那样的，因为九多转就一点眼睛，就那个莫名的中间，该位是弥坚配和尚，为三生意象之一。佛的三生意象，一个是从配合放光，那是最殊胜的。法经就是弥坚配合相和放光。现在就祈求十方诸佛，过去祈佛从弥坚上放出和光了啊，和相光就是配合相光啊，放出了照耀一个求忏悔的人啊。舒就是舒展放光的意思。甘之虔切，甘。真干证明的意思啊，证明妻子没有没有给你要了求忏悔，直就此时两下立下虔诚恳切的心来求忏悔，虔诚就是恳切，以虔诚恳切的心来哀求忏悔的拜忏。今在奉为求忏悔等
看这个论述就可以理解讲话，你啊毕竟是流入日本的孕妇们中，胎年拜忏的人所念的话，我今天啊，我落胎没有人拜忏，啊，哎呀，下面拜忏的功德就分为没有求忏的人，没有的就落这个拜忏的人的名字。按呢平东方面的一般人拜忏吼，像你系那个入名的方式啦，请功夫，将把个表状拿起来，从出所姓名、年龄，甚至生年月日全部都落去，挺麻烦。不是按功夫，不是按多，就按你的名就做的。啊，今在封为求忏没有的，看求忏咩嘛个人，姓嘛个嘛个名。啊，求忏名没有得，就可以做得啦。不必话把个全部的文章、表状都读通一去，唔是安尼。假如讲太忙就求忏，人高尚嘅太忙就求忏，你下边就念现在嘅人，念这个子孙代表啊。如果我嘅子孙听到，我要长子一个人代表，封为求忏名没有啊，可以外家人得就可以做得。如果是小仔。没有没有，可以合家人等，非合夫人等就说的，无必要讲话将把个所有名字都托落去。家庭讲话个太宗公众求忏，拜忏的时间，论榜名论前名，跟你要把个名字都托落去，那就麻烦了。以前才有按你个经验，有十个人联合起来拜忏，做生意。六十页、七十页、八十页，台湾人尤其客家人喜欢做这个页啊啊，也没做彩条的七十页、八十页。佮做长一个时间呢，十个人呐连合起来都是中央做七十页、八十页啊。那么十个人合起来办一部两房产，干做这个名字分批后呢，第一间一个人的名，第二间一个人的名。一直到七十间一个人名，多十个人都连头。刚才没得去招人，一个人没人都好干，就不得去吃了，那就会麻烦多了。所以啊，世界人都是哎呀个名哈，吐出来了，像佛祖有糖多嘞，就第一个第样子。那没吐多啊，佛祖唔提，那就是拍败了。世界人就有按你个心理，激起咩？那就是说为众生相，哎呀是我不相。呀，为拜忏嘛，就是一个自家拜。就你自己的名啊，比如我去爱自己班，今在体制没有没有，不是奉为，更别托人班了。今在求参体制没有没有，就可以做的啊，没必要用奉为，奉为就是托人参啊，奉为。那就是把下面求参拜参的功德回向给没有没有人，所以讲奉为啊。家庭自己办奉为两件事就用上了，就可以改做今在求参体制没有啊，就用不着奉为两件事。太人拜参就要奉为，俩就是一种法通的模式，没失败的。穷对今年初寒，寻小水参法门。拜参是在佛前，佛坐在个啊，是今年，就佛坐在莲台上，就是穷在佛前啊，穷对佛前。恭恭敬敬对佛像的面前，在莲台下佛坐敬果，在莲台下恭敬礼拜啊，寻修水参法门，寻是寻习，修就修习修行。挨坐那边修那个水参法门，现在上开始金当第一件涅槃演戏，现在拜上演第一件，处处在涅槃做那个拜上的演戏。隐忍神气，拜忏有一个人言，某个人言拜忏哦，是给你们求寿仔、求吉呀、求吉人是吉，或者求寿兔。那现在既然是拜忏，是团圆拜，我主行人，以及坛内三日清净，一念尽转。如果是七家拜，就两个我主行人，两句话也会变通。也不是讲话做那个我主行人啊，涅槃人气，我主行人如果是七加拜，体质妙妙，可以改用体质妙妙，以其坛内，自家一个人拜，涅槃人气，体质妙妙，以其坛内三日清净，因为那个我主行人是胎人拜的人，讲矮也得胎人小行的人啊，唔是一个两个人。
所以许多的我主行业啊，在这个餐坛内三一前向寻求于三一前向做这位拜餐咨询中间一年进展转移其心啊，转让努力啊，认真来求参，万人放下一心拜参和一念进转，进转一啊，进转就是转一起心嘛，知行一出来拜参的意思。受用善法，福亏合照，表示恭敬。点香就受香啦，善法就发供养啦。他那里普通一般习惯啊，都发了某拿了善，善法本来是发表在法盘上啊，拿在空中上应业的机啊，为之善法。现在都是藏在法片，或者用在盘上。福亏合照，虽然讲福亏，实际上现在都是常亏，都是亏，都是两只脚趾脚趾的亏落去。福亏合照，合十之照，也都是表示恭敬。当你释放三宝归于泰国金贤，他们都要礼拜释放世间所有的佛法神三宝，就当你释放三宝归头依靠于泰国金贤。泰国金贤就是佛啊，金贤就是佛啊，因为佛神呢是金色神相互庄严，由于世间的显影供养，所以各家世间显影来赞叹佛为是泰国金贤。佛三国人般的祈求，所以称为泰国金贤。中国的两句话就是拜佛的意思，恳切投身发露忏悔，自身恳切啊，投身投礼拜五体投体，自身恳切当礼以佛发露忏悔。露表现出来，发露就是把自己的罪过向佛说明，一一表现出来，哀求忏悔，忏前天悔后果。忏悔的意思从一讲出来，奉养苗的你也是要感应名字，一个是推蒙者忏悔，两位就要念蒙者的名字啊。一个是求现场人求忏悔，就是人念现场人求忏悔人的名字啊。一个是自家自家拜忏，奉养弟子苗苗啊，也可以说的一心沉迷，默默以牺牲之内，一真昏迷，沦葬于六气之中，俩也是对的。一心沉迷，是哪里一切众生人人都有倾向的佛性，所谓痴心倾向心。因为佛性本来是光明，可是现在因为本来的烦恼所障蔽，沉迷在三界六道中啊，沉迷在三界六道中，不得解脱，本来的烦贪嗔痴等烦恼所障蔽的真心显明出来。所以古人讲，五蕴三中有真佛，无奈人人不自是。本有个五蕴三所障蔽呢，所以本有个佛性，本有个真佛，都没办法去体会。所以佛太师讲，夜夜跑佛门，朝朝犯冲气，可是基本上自己都唔记得，这就是所谓一心沉迷的下咒。我莫以四神之内，我莫的意思啊，就是浮沉的意思，浮沉在四神六托上啊，发浮发沉，浮表示神天众人啊，沉表示落天哟，庄王贵族叫神，是浮沉，我莫就是浮沉啊。在那个四神六托上轮回生死，浮沉不停，所以不是我莫以四神之内，四神胎神、卵神、湿神、化神。一真昏迷，一真就是前面的一心啊，爱的一切众生本来有个真心，真与自信昏暗的迷昧的啊，昧就是暗昧啊，魔气发出了，就是无明床压，因此呢沦在于六气之中。六气就是六托啊，天人恶修罗金又鬼畜生，在那个三界六托中轮回生死，所以不是沦在啊。由于茶轮轮转不息啊，先天做人天有归宿啊，所以没有停止，
来论战于六气之中，有时子神口意，众谈真知，谬造妄为，错误编织业障，随下出恶，许多种子天有。有时是神上文虚汉文，因为一真分密，因为一心成迷论造六气，所以只因那个神口意上呀，只因意因心的意思。你看世间人，他们都去阴意阴心，爱想爱阿呢就阿呢，爱想爱谈就谈，想爱憎恨就憎恨，想爱发脾气就发脾气，逆持就逆持，身口意呀，阴谈真持，所以被迥异乱发，错种种存呀。所以自身口意，自阴身口意上呀，去错了个杀脱阴妄等等的存呀，迥谈真持。纵用心中的贪嗔痴的烦恼，本于身体现行啊，贪心起啊，贪着世间的种种五欲六尘，嗔恨心起发脾气，逆持心起不明事理，不敌善恶，浮躁乱为，是非不分，邪正不明，这就是贪嗔痴。纵用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引起的错呢，所以就会谬造妄为，谬藏污的意思，藏污，藏污是错到种种的罪孽，比方错杀、偷淫等等的罪孽，这都是没有造妄为，妄希望不应该做的，希望不是的，是没有造妄为。有时呢，错误编织业障，无量无边的业障啊，都有贪嗔痴身口意去操作出来，业障就包含烦恼障、波障。后面还有一句讲到现在重要，随下出恶，许多种子天有。随下出恶就对前面的谬造妄为，随出世间的邪法邪见，追出种种的恶法，去做种种的恶业，许多种子天有，天有。由此生起许多种错业的情况，做出许多的罪恶来，天有就是过失，就罪过。做了真多的罪孽，贪嗔痴一起就错杀脱淫啊，恶口两舌等等一切罪孽都错出来了，甚至五业十恶。两位众生所错的孽啊，有多种无穷无尽，太了嘛，先记住了，下面有一一说明。故以来去方便之高门，言我等投身以忏悔，因此之故。释迦以来，以来就是佛，是释迦牟尼佛，起就是开，开发出启发出这个方便的高门，就是讲啊求忏悔啊，也就是一种方便法门啊，在这个佛的教法之中，用这个方便法门告诉众生讲话，你得努力来求忏悔啊，来忏除过去的罪孽，也就是佛啊，开发出这个方便的高门，告诉众生呢，求忏除过去的罪孽。言我等投身于忏悔，言作意思，因此如果俺能拜忏的人，我就拜忏的本人，等在等于其他一切众生发心求忏悔，要投身忏悔，投身就是五体投地自身恳切来求忏悔。忏悔的意义刚才不必再讲。两品情重，皮相灵魂，看那两句话就提的，完全是退隐拜啊。仰慕品，品就是一品，一颗，一颗也得拜上个秦钟，秦钟本来就是寺庙的执事啊，莫当执事的人喊人喊到秦钟，他那个秦钟就有意义，就是秦腔修行的初衷，秦腔修行的初衷，唔系讲话是爆料料爆事。那是勤强修行，莫当就是爱去安心勤强，可以用功修行的勤众。那现在是依靠你的拜忏的人成为勤众，都是寻求以三业勤强来拜，所以不是勤众。皮相灵魂，就是按照下面的忏文呐、来皮脱相，是灵魂一相脱得出这相。现在没脱得出，对文运老是脱。他一般习惯、都成为相。灵魂是下面的忏文啊，去给灵验，自身求忏能够消除罪孽啊，灵验回向，这成为皮相灵魂。
拜下面的参谋的用意呢，舍铁前有啊，只能强加舍除唐铁过去所说的吹烟，前有就是过去吹烟，把过去所说的吹烟拿来舍琴枪，将三大都拉上舍琴枪，将毕业有那三个东西拿来舍琴枪，所以是舍铁前有啊。过去所说的吹烟，琴枪三大都拉上留守啊，用回所分反正啊，查库去写不能写枪。你心地上所有的罪孽，就要用那个忏悔的法门的法水、三昧法水来去写情枪。所以是写铁前有，铁也是写铜铁的意思啊。比如我们平常写东西，我啊，你问了哪一铜铜枪哎，那就是铜铁，铜铁就是拿来写枪的意思，写铁就是写铜。啊，那个草地是把那个形体啊设备形象，把那个春烟唱出。只让枪的努力进行摆唱嘛，能指出庄严数十副所指的形象解法，无论出家菜家，一切所说的解法，如果认真摆唱，能够指出指帮出的意思，能够帮出。那里的持戒情枪，娘是庄严的意思，是持戒的形体能够情枪庄严，持戒能够情枪和持娘枪戒，也就是拜上面一个仰望的希望。我念意思佛比而定啊，上面都是拜上面一个祈愿希望，和爱拜上面也都是有按一个愿望。以时时就是此，以此指上文。上面所期望呢，都是来拜上面人的希望，就希望能够收出一些春药。佛比而定，希望其佛释放诸佛，必听为慈悲而门，临门来呀个念持众生，接受那个忏悔，恳求奉持，门尊加批，恳就恳切，求求就是求拜，礼拜的意思，恳切。自身求拜礼当礼以佛，奉持奉就是太广泰的慈悲心，佛有广泰的慈悲心，拜佛准备恳求奉持，希望佛门门中的加庇啊庇佑啊，使俺能够受除罪孽，得到恢复清净，门尊加庇啊，门是门门中某些名的帮助寻寻息。用啊，静静拜忏的佛法的讯息，又是啊，加比啊，庇佑啊，使俺身体上所有的罪孽都能够消除。加是下面本来是皮是皮是啊，皮现在都是加比或者加比啊，加比就是庇佑的意思。上面就是念忏文，下文啊就开始拜忏了。喜忏下面就是开始拜忏，哎，通了个忏文之前先拜佛，先当礼祈佛啊，那个三世诸佛，所以就先开始拜忏。哎，拜佛以前呢、啊，先赞佛啊，就是普愿菩萨十太愿望，一扎礼敬诸佛，然后下面就是拜佛，一扎称赞以来就赞叹佛，香花供养，三扎广修供养，礼忏就是法供养，所以忏悔就是提起忏悔业障，也都是合乎普贤菩萨的十太愿望的开端。所以现在我拜佛以前先赞佛，假使假冒你佛往昔赞佛的起相。来赞佛，来开始赞佛讲：天上天下无一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亲见，一切无有一佛藏。用两个起相来赞叹佛：天上天下有两个世间论，咱们一十八天，天下指这个世间一般啊，无论是上至三界一十八天，下至一般人间。没有一个可以老佛比的，没像佛按情枪庄严功德祈求，无一佛以情枪，没像佛的功德按殊胜，天上天下没人能老佛比。
不但是你那个时间内三个以下都没办法和老夫比，十方世界一无比，东西南北西为上下十方世界一切的啊，十法界中除佛以外，九法界众生都不能老夫比啊！这个十方世界亦无比，赞叹佛最为殊胜。世间所有五千间啊，无论是那个虚世间啊、有情世间、真觉世间、三世间中一切来所看到的，没有可以老夫比的，一切无有以复长。总观起来讲，无论天上天下，无论十方世界，无论三种世界，一切一切没有一个啊可以老夫相比的，对，一切无有以复长，没有比佛更殊胜、更清净、更庄严，功德更圆满，所以佛为是万德庄严，佛为是两足尊啊，佛就非就，佛非圆满其就，那就是两足尊，佛长人叫其就啊。那么显示佛的功德最为殊胜，也就是瞻佛起胸，两手起胸，经哈、论哈都有讲到，也出在那个太子图论。太子图论就说明讲，释迦牟尼佛王世呢，行菩萨托个时间啊，赞叹佛啊，当时。显示给个努力精进，战佛杀佛，所以一只脚起，一只脚表示跪，为此金戒脱离合掌战佛，念着个气胸轻易起压，轻易起压个战佛个功德超过多脚个修行，所以本来召集个顺序应当是弥勒佛先成佛，现在因为释迦牟尼佛最为勇猛精进。千日七夜金戒脱离合掌赞佛啊，用这一首去赞佛，所以呢超过多劫的修行，所以提早在弥勒佛满成佛以前，他就先成佛了，成为显教前佛的第四尊。那么为这个弥勒佛就为他所受记的将来第五尊佛，也就是太子图论所讲，那么菩萨本性经，菩萨本性经也有说明的书记，也是讲的过去释迦牟尼佛行菩萨托的时间啊，所讲的起胸，起胸内容也是同样。讲把往昔释迦牟尼佛行菩萨托的时间，赞佛的起胸，我的太家加多来拿来赞叹我的高祖本师释迦牟尼佛。今天呢，拿来赞叹释迦牟尼佛，也赞叹过去七佛，也赞叹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以要拜佛以前，先用这个起胸啊来赞佛，表示赞叹佛的殊胜功德。赞叹以后，下面就要拜佛。而拜佛以前，先表达拜佛的意义目标啊，就是要求忏悔。所以啊，开始就讲。其愿慈悲托常参法，一心归命三世诸佛。其开启，师兄讲开参了，开启愿就是作观愿想哦，拜佛的时间要作观哦，下面参文作观愿想，努力精进啊，要专一起心的作观愿想，为之其愿慈悲托常参法。下面的忏文呢、啊，是佛的太慈悲心所表现出来的，慈者能离乐，悲者能怕苦，所以此众生离苦的乐，就是因为佛有太慈悲心，所以佛法以慈悲为本，所以经论上常讲，如果有人问佛问菩萨，讲佛法以何为本，要真答讲话，佛法以慈悲为本。太慈悲心，该就是佛法的根本，因为佛法的目标就是要使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离一切苦的作用就是从悲心来，使众生得究竟乐的功夫的作用就是从太慈心来。所以慈有三种：神言慈、法言慈、无言慈。佛用无言太慈怜悯众生而度化众生。
所谓讲无缘太子就是无条件的啦，佛以慈悲心度化众生并无条件啊，就是无条件来度化众生，唔系讲话有对于众生有某个期望，对于众生看到众生的苦难，无条件的脱离出苦，是给得了，所以是无缘太子。同体太比，佛个太比心看众生受苦，念念自家受苦，更讲就称为同体太比。题目上有慈悲三昧水上的慈悲两件事，那在题目上没讲，就是留到两位上讲，因为两位有慈悲两件事。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传真0398987870398987，0398987870398987。两只白狐的选择。狐狸有多个品种，其中赤狐的数量最多，分布最广。赤狐顾名思义就是毛色棕红的狐狸。在一家动物园里，有个规模颇大的狐狸馆，里面养了8只赤狐。这些狐狸可真漂亮啊，是不是因为它们的毛发是棕红色，所以就叫赤狐啊？没错，不过赤狐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特点，那就是它的皮毛能根据栖息地不同而变换颜色。在黑森林里的赤狐毛发
是黑色，再靠近雪线地方的赤狐毛发是白色，在黄土丘陵地区的赤狐毛发则是棕色。这么说他们就像变色龙一样哦。怎么说呢，他们毛发的颜色可不能像变色龙变得那么快。你们俩赶快准备一下，有两只特别的赤狐被送到了我们这里。特别的赤狐？是啊，你们看。天啊，好漂亮啊，白色的狐狸，这难道是珍贵的北极狐？不对，看它的样子并不是北极狐，它们应该是两只毛色变异的赤狐。没错，我们已经鉴定过了，它们的确是两只标准的赤狐，而且还是姐妹俩啊。园长，这两只狐狸是从哪里弄来的？据说这是一位牧民在雪线附近捕抓到的。你说的没错，看来它们的毛色真的会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呢。白色的赤狐很少见啊，园长，我看应该把它们单独关在一个笼舍里。我们这里的笼舍那么少，哪里有空闲的地方单独关它们啊？既然它们是赤狐，那就和这些赤狐关在一起好了。就这样，这两只长着一身雪白毛发的狐狸被关进了狐狸馆。狐狸这种动物没有欺负新生的陋习，老居民和新来者彼此嗅闻一下对方身上的气味，便算互相认识了。怎么回事？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两个家伙他们在自命清高呢，按照惯例，新来的狐狸应该主动低着头走到狐狸群里年纪最大的那只狐狸面前，让它嗅闻身体，请求被接纳才对。只是这两个家伙太自以为是，觉着自己漂亮，便没有把这些赤狐看在眼里。不是吧，他俩到了人家的地盘还这么高傲？妈妈，他们好漂亮啊。是啊，简直就像公主一样美丽。即便他们很漂亮，也应该先来拜见我们，这两个家伙实在太不懂规矩了。是啊，对于这样不懂礼貌的家伙，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他们年纪那么小，而且又刚被抓到这里来，自然会感到紧张。既然他们不敢过来，那我就过去和他们打个招呼吧。你看，老狐狸屈尊亲自过去迎接那两只白狐了。这只老狐狸是狐群的首领，一直非常善良，另外那些狐狸都很尊敬他，看来这两只白狐会很顺利地融入这个族群的。可是我怎么感觉那两只白狐根本就看不起这群赤狐啊？你这个肮脏的老家伙，不要靠近我。对，你快离开我们。啊，你们说什么？你们这两个没有教养的家伙，这里不欢迎你们。到了我们的地盘还敢放肆，咬死他们。对，竟然敢侮辱我们的首领，咬死他们。算了，既然他俩不愿意和我们为伍，那我们也不勉强，以后各过各的日子好了。姐姐，我们该怎么办呢？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能和那群脏狐狸在一起。从那以后，这对狐狸的日子变得异常艰难。进食时，赤狐们总会一哄而上，把食槽围得水泄不通，那两只白狐根本无法挤进去，只能顿顿吃残渣剩羹。唉，食物又没有了，姐姐，我好饿啊，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顿饱饭了。不管怎么样，我们绝不能和他们一样。哎呀，下雨了，赶快躲进去。姐姐，下雨了，我们也赶快躲进棚里吧。我们怎么能和他们挤在一起？走，我们到那里吧。赤狐们
都不愿再搭理这两只白狐，也从不和他俩玩耍。他俩整天蜷缩在笼舍附近的角落里，显得异常孤独。几天后，白狐妹妹有些受不了了。我也好想和他们在一起哦。你要干什么？不准过来！离我们远点！你一身白毛，看着就讨厌。哦，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我还要这样过日子吗？哼！半个多月后，这对白狐瘦了整整一圈，但是姐姐却依然保持着高傲的姿态，从没表现出要降低身份与那群赤狐修好的态度。而妹妹则越来越频繁地混进赤狐群里，也不管赤狐们欢不欢迎她。渐渐的，赤狐们对白狐妹妹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敌意了。姐姐，雨实在太大了，我们也去棚里避避雨吧。我们怎么能和那些脏狐狸挤在一起？不准去！可是我感觉好冷啊。姐姐，你不去的话，那我就自己去了，让大雨这样淋着我受不了了。你别做梦了，你以为他们会让你进入他们的棚里避雨吗？他们的首领很慈善的，只要我们哀求他，他说不定会答应的。哀求他们？我们怎么能做那样的事情？姐姐，这一个多月以来，我们吃不饱睡不好，如果还这么自命不凡下去的话，我们会死掉的。即便死掉，我们也不能放下自己的身份，我们和他们可不一样。我们和他们哪里不一样？大家都是狐狸啊。你不去，那我自己去了。雨下得太大了，能让我也进来避避雨吗？来吧，到这里来吧。谢谢，真是太感谢您了。哼，这个没骨气的家伙。白狐妹妹和赤狐的关系越来越好。又过了半个月，她身上的毛色竟然逐渐变红，那红色一日深似一日。不到两个月，他便变成了一只标准的赤狐。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那一身雪白的毛发竟然完全变成了棕红色，看来他现在应该完全融入了赤狐种群了。没错，可是他姐姐却直到现在也不愿融进去，他这样下去的话会很糟糕的。姐姐，你来和我们一起玩吧，只要你愿意，这里的首领是很愿意接纳你的。你不要和我说话。哼，你看你现在的样子，竟然也变得和那些脏狐狸一样。离我远一点。啊，姐姐，你……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以后你不准叫我姐姐。白狐姐姐真是顽固不化。是啊，白狐妹妹是聪明的，如果她也像姐姐一样死守着自己那身白毛的话，她永远也不会和赤狐打成一片，永远也休想改变自己不利的处境。又过了一段时间，白狐妹妹的身体越来越强壮，在群体里的地位也越来越高，而白狐姐姐终于病倒了，动物园只能将其从狐狸馆里移出。怎么搞的？他怎么会病成这个样子啊？别提了，这个家伙自命清高，完全和狐群融不到一起。难道他为了自己心里所谓的高贵，连命都不要了？客观地说，那身洁白的狐毛确实比棕红色的狐毛要美丽的许多，但它的价值是否在生命之上，是值得深思的呢？